会危险吗？就是你会。那闪的时候，你们有觉得很恐怖吗？当然啦、啊，整条路都暗暗的、啊。是一个路灯开关的一个故障，那故障会导致后面大范围的一个路灯一直闪烁。前后从民众通报到我们赶赴现场到完全的改善，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。会危险吗？就是你会。那闪的时候，你们有觉得很恐怖吗？当然啦、啊，整条路都暗暗的、啊。是一个路灯开关的一个故障，那故障会导致后面大范围的一个路灯一直闪烁。范围大概在公馆乡哦，我们派人去到现场的时候，从源头哦发现到了说路灯开关故障，然后去把那个路灯开关换掉。那换掉了之后，后面的这个闪烁的情形就消失了。前后从民众通报到我们赶赴现场到完全的改善，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。